四行又有网友给咱们红光 mini 留言了，他们说了什么呀？冬季开红光 mini， 续航影响大吗？不大，真的假的？你不信吗？那今天我就拆一辆车给你看。电池在这么冷的环境下，它受得了吗？续航会受影响吗？咱们 mini 的电池啊，有充电、预加热和智能保温功能，保证电池包在最佳的工作温度状态。冬天再冷开 mini， 续航影响都不大。关注我，了解宏光 mini 小知识。